哎，奇怪，是把银河奥特曼放在我们家门口啦？小雨，小雨，你快看看这个！该不会是我的粉丝送给我的吧？大哥，大哥，我抽！送给贵男子手作坊，上面画的大树、太阳和白云呢？这该不会是小粉丝送的吧？有人给我发消息，贵男子，我给你送了一份礼物，放家门口了，记得签收啊！不是吧？竟然是大成送的！大成平时玩的玩具可多了，不知道这次给我们送的是什么呢？金子园里面东西还挺多的呢。等一下，这好像是盲盒啊！快快，让我来抽抽看，先来抽抽中间的。咦，怎么是个软软的东西啊？我都不敢碰它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个绿色的东西。这不是黄瓜仁吗？还是一只软乎乎的黄瓜仁？捏起来还真挺紧要的呢。到我啦！我要抽右上角的太阳，我抽。这个冰冰凉凉的东西，不是吧？竟然是一只菜狗，还是一只超可爱的平舌头的黄色菜狗？它是不是被煮熟了呀？都已经蔫巴了。谢谢谢。那我要抽大树。3、2、1，我抽了，我也是个冰冰凉凉的东西。是啊是啊，是紫色的骷髅米，还坐在一个水晶鱼缸上呢，这个也太好看了吧？什么？竟然还有水晶的？那我要抽个白鱼。我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还有个小盒子呢，这盒子一看就是大神自己 DIY 的，都快散架了。嘿嘿，好可爱呀、竟然是一只球带走的小绵羊，这小表情好像刚吃饱了一样。哎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，我错、这次的手感有点特别，好像是个磨砂的东西，我倒出来看看。这不是玉桂狗吗？两个大大的耳朵也太可爱了吧，还抱着一小块芝士呢。哎，这里还有个白鱼呢，我要抓它。我抓啊，我的手，这是什么呀？又是一只玉桂狗，这一只好像更萌哎，它的头上还戴着超可爱的小眼镜呢，这是奇特的小帽子吗？我简直要被它们萌化了。抽完天空跟大树，接下来咱们来抽土壤啦！我抽了，又抽到手上了！哇，我也抽到水晶的啦！还是个正在洗澡的哆啦 A 梦呢！快看，它的浴缸里还有小钻石呢！继续来抽土，这个也太硬了吧！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杯子，奶茶杯里还藏着一只小小的玉桂狗呢，它好像是在大海里漂流呀、太萌了吧！好想一口喝掉它呀！现在就剩最后一个洞了。必须让我来抽，不抽！又是一个软绵绵的东西，抽出来！又是大成自制的小盲盒，里面好像是个绿绿的东西，直接撕开！哇，是绿色的菜狗，表情也很憨憨哎！它和这只黄色的菜狗应该是一对的吧？你们两只也太可爱了！大成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好玩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回送给什么呀？对了，正好中秋节快到了。我看这个305月饼就很不错啊，真的是超可爱。小蛋小蛋，这月饼也太小了吧。对对对，咱们得送个大的月饼。对，快看，这个大月饼。哇，这月饼里还住着小兔子呢，这个不错。小蛋小蛋，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奶回来了。大成老师说肯定会超喜欢的，那咱们赶紧去寄给他。豆豆和小雨太过分了吧，有好玩的不带我玩，有好吃的也不分给我吃。怎么整蛊你们俩？打开！哇，这么可爱的小月饼！嘿嘿，来个不一样的！这是我精心准备的软月饼，放进去，再塞回去。嘘，你们可千万别告诉他们俩。